气真不是盖的。3月16日，宋智孝出席代言品牌签名会，吸引了大批粉丝。他穿着淡紫色 V 领上衣，搭配浅蓝色牛仔裤，一身清新的装扮显得更加白皙。卷卷的小刘海绑起马尾辫，一股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女神的美貌是真实的吗？这么多年过去，还是逆龄童颜，360度无死角，甜甜的笑容，可爱的比心，心脏都要融化了。仅仅是现场的几张照片，就瞬间登上韩网热搜第一，真的是铁打的美貌宋智孝。